哦，这个可以去楼上是吧？楼上。哦，这边是通的，上锁的门。发电机室，这发电机室。盒装电子零件。电子零件，这个剪刀没用了，剪刀可以丢了。上面打了个勾。有狗啊，这里有狗是吗？没有啊。你们听到狗的声音了吗？刚才太黑了，没看到。这个现在有了灯之后，再从那边过去。Oh, what the hell?有狗最好隔墙打。哇操，没多少发子弹了，只有13发了。我的嗨，妈的，偏要逼我，本来不想用喷子的。哇，什么东西啊，我他妈吓死我了你。操，最后5发子弹了，难受啊，难受啊。现在要去靶场，去了靶场之后，那几个僵尸复活的话真没办法搞啊，真搞不了。我真复活了。胶卷，这胶卷要去洗吧？哇，你这！白发魔女啊，死肥宅！哎，好烦啊，子弹用没了，就5发了。